我想问关于桃园问题。现在的桃园市长是郑文灿，那请问上一任的市长叫什么？上一任朱立伦，不是，那是上上任，上一任，上一任，对，幸福，请他吃饭。哦，是 musical。哇，有点猛，吵到出水。这是我们的挑战吧，各位。恭喜，谢谢，拜拜。好，我们是追梦小子。哇，好久没有站的开场了。今天我们又有什么新的计划呢？我问你，上次站的开场我们在干嘛？我在24小时环岛。到时候我们会把链接丢上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站的开场，所以这次站的开场大概又跟机车有关了吗？卡起来！我想到一个企划，因为最近我开始去上班了嘛，嗯，然后我发现我们公司很多同仁都不是桃园人，然后他们对桃园都不了解，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多桃园人更了解桃园，或是不是桃园的人也可以了解桃园。然后我就想到一个很屌的企划，你说你之前都在干嘛？就是 Uber E 对，阿秋他是职业 Uber E 的，他已经跑了几年？一两年了。跑几单？跑了几千趟吧，忘记了。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题材，然后我们就，崭新企划。其实我们之前就一直很想拍街头访问，对不对？哦，对。只是因为我都觉得我们不有名，这样也很尴尬。然后我觉得这次送 Uber 的时候，就是送餐点，顺便问一下，这样也还可以，不会太尴尬。哦。我们企划内容是什么？企划内容就是我有准备几个桃园人才知道的，甚至桃园人都不知道的一些知识或常识。然后我们就会问他，如果他答对的话，我们直接请他吃饭，直接请他吃饭，那一餐我们直接包。如果他们没有答对的话呢？不要担心，我们会请他吃小礼物，到时候我们再拍那个小礼物给大家看，这是什么小礼物？OK。还有什么想讲？那我们骑车最重要的是什么？安全吧，肯定是安全的。所以我们金金呀，准备了两顶全新的安全帽给大家看，因为骑车的安全最重要。来，开起来。OK， 我们今天就来开箱我们这个 SOL 的安全帽。其实我有点对不起阿秋，因为上次环岛的时候，我不然把安全帽摔到，然后就破掉了。对，然后这次刚好我们有机会拿到我们这个安全帽，我们直接开起来，来，请你造型。呜、哦，还有送帽套，看一下。这一顶是全 SOL 的帽王，你知道吗？超屌，最贵的帽王。呜、哦，这我也是第一次拆箱来看，哇，好猛哦！欸、真的有帅到哎、欸，这个好像蚁人哦、欸，很像蚁人，你不觉得吗？超帅！这是消光黑红，欸、这真的好帅哦，这真的超帅哎！哇，还有一个，哦，它还有一个。安全帽内镜哦，这个真的有点帅，这些透气孔都可以调，哇，这真的超猛的，这好像蚁人哦。到时候我们再拍一个环境给大家看一下 ，OK？ 那看一下我们阿秋的是什么？因为阿秋的那个上次被我摔到，然后这次我又准备一个新的给他，那我们来看一下阿秋的是什么 ？Let's go！ OK， 我们来开箱我新拿到的安全帽。哇哦！哎呦，哦呦，这个也有一个帽套，这看起来真的是蛮不错的。哇，这里是 SS7 的哥哥 ，SS7 的改良版，浮世绘。哇塞，来看一下它那个鲤鱼，哇，这鲤鱼有点猛，潮到出水，看一下，哇哦！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它有外接式下巴，它可以变成很像全罩安全帽这样，所以还蛮帅的。哦，所以它你可以另外买一个下巴给它接上去就对。对对对，它跟 S7 一样 ，SS7 一样。哇塞，你看它这个， okay, 哇，拍起来。等下再给它一个环境。OK， 那我们等下骑 Uber 过去了，追梦小子，追起来。
Walking alone, the streets are empty. The only thing I can see is my own silhouette. I'm getting stronger, step by step. The clock is ticking, but there's no time for me. I've been flying from town to town, from London to OK， 这就是我们安慰奖所获得的草原的润喉糖。来，我朋友昨天丢五包给我，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想说分享给大家一起吃。我们刚刚有打开过，可是我没看，我还没看过里面长怎样。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假如你答错没关系，草原安慰你。草原安慰，看一下里面长怎样哦。哦呦，哎、欸，它长得不太像一般的喉糖，它是这样方方的。小小颗的，那系带其实蛮方便，因为它就是夹链带，直接吃一颗看看好了。特别，哎、欸，它不是一般硬的喉糖，它是软软沙沙，有点像砂糖这样，然后凉凉的，不会很呛，不会太凉，不错哎、欸，没事，不用担心太多，你们都吃得到，我准备的题目保证让你们都吃得到，你们都很难。餐点吃不到，餐点吃不到，餐点吃得到，是他们叫的啦，一样钱而已啊。OK， 直接 Uber 乌起来，乌起来。OK， 我们准备要去外送了。那些回答问题的人，免费先吃饭。呀、yeah. ，我刚发现一件事，就是我刚刚在跟阿秋讲话的时候，然后风很大，一直灌进来，结果我一盖上来。安静吗？阿秋在讲什么我都听不到，超安静，这个超防噪音 ，S O L。哇哦 ！Two days later。哇哦！来，我们接到我们的第一单了。知道这个第一单等多久吗？40分钟。我们等是不是等超久？超级久，我们等。来，426块。多少钱？426。来，如果他敢接受挑战，这个。直接请他吃 ，OK， 算是他要答对了，没有答对只能吃喉糖了。OK，Let's、okay, go。OK， 这是我们的第二单，威记，然后这个144元。如果他敢挑战，我们直接请他喝。他刚第一单，人家不给我们拍，不敢挑战，我们就顺便拍一下。这样一天 Uber 到底可以跑多少钱下来，然后我们到时候算给大家看。第一单426，可是那只是总 total 的钱，还没扣掉餐点费，所以到时候外送费可能就60或70块，反正我们就一整天给大家看。OK， 第二单 Let's go。It's me Tokyo， 毁灭之刃跟一方，哎、欸，不是要帮他们业配了，这是我们的第三单，因为前两单大家都不想访问，挑战失败，台湾人第三单都不接受挑战，这一个总共135块，135块 ，Let's go。跑单啊？怎么在这边休息？是怎样？为什么？我等了2个小时了吧？2个小时还没有一单，超可怜的，我们超可怜的。我们想送饮料都不行，想请大家吃饭都不行，好累哦，心累，心超累，心超累，快累爆了。赶快 Uber， 赶快跑起来！然后现在才发现，真的 Uber 其实不好赚，因为我们在街上刚在有一个 Seven 旁边看到5、6台，大家都在那边等。一堆司机，现在大家都觉得这可能比较方便。其实当 Uber 我觉得蛮好的事情，是因为你想在旁边滑手机、听音乐、看影片，你可能想抽个烟啊、打个传说，随便都没人在管你。但是缺点可能就是单可能不多，单太多人了，这样你一天的生计可能就不一定是那么稳定。所以反正我们还会继续拍下去啊，看我们就是拍到把我们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对，有单就算了，有单还不一定人家想给你接受访谈。对，我们就是继续拍下去，追梦小子，追起来。Yo so so， 这是我们的第四单，好可怜哦。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好可怜哦，我送什么？第四单豆花，豆花。哎、欸，希望他可以说他要接受，要不然我们要继续带着我们 S O L 爱情包到处漂泊。真的，买起来。OK。哇、哦，好香啊！客人的红豆饼、欸、超多，这超级多。我们的第五单，他超级多红豆饼的。没事，等一下我们都请他吃，希望可以了。OK， 四个扑空了，加油！失败中的失败。哦，今天的第几单？我们今天的第七单。来，我们的前六单都失败。六点多了，有没有看到？前六单都失败。希望这一单的人会接受我们的挑战。OK。您跑了六个多小时，加油！加油！OK， 各位，真正的 Uber 是没有在分地点的。我们今天早上从中立送到这个杨梅爱买，太夸张了吧！送整整的快要8个小时，哎、欸，十个小时，第八单。刚刚我在跟阿秋在讨论说，我们的失败宣言要怎么讲，突然手机又响起了一单，马上重燃希望，把它划起来。希望这个第八关真的能破蛋啊！加油啊！接受我们的挑战吧，各位。好，我想问关于桃园问题。现在的桃园市长是郑文灿，那请问上一任的市长叫什么？上一任朱立伦。不是，那是上上任。上一任。上一任。对，姓吴。吴志扬，对对 ，OK， 所以你答对了。那这一单我们请你吃，假的，真的，真的。谢谢。哎、啊，付了吗？付了，付了。哦，付了。好，那请问这单多少钱？我知道，我知道。那哎、欸，上面有130吧。好，那130，好。那就100块就好。好。可以，恭喜你，谢谢。拜拜。好，谢谢。送到杨梅，现在送到哪里？普星了，中立到杨梅又到普星，第九单。但我们终于问到一个人，我们还会继续的帮大家外送，继续问下去。我就是一定要把这十个问题问完，我都想这么久了，要对得起自己，也要让桃园人更了解桃园，这就是爱桃园的精神。追梦嫂子追起。哟。我的第十单，我刚才第九单又失败了，又很正常的失败了。呜、哦，我们现在来去送第十个客人，来接受我们的挑战吧。大家好，我们是追梦小子。哇，我们跑了几个小时？十个小时左右，从早上10点到晚上的8点，我们跑了才10单，平均一个小时才1单而已。这样10单赚多少钱？708块。对啊，所以平均一趟就是70块。所以你看哦 ，Uber 虽然 Uber 的司机很轻松嘛，对不对？很自由，可是一个小时时薪才这样子算下来就是70块。都很少哎，比劳健保少了至少一倍，对，所以因为现在竞争蛮激烈的，不是越来越多了，司机太多，反正在外面跑 Uber 一定要注重健康，像我们今天就带了我们的 SOL 安全第一，哎、欸，你这是什么的？同事会的最新的啊，我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蚁人，很可惜的是今天这个。计划宣告失败，好可惜哦！路人都不接受我们的那个挑战，单已经够少，十个小时才10个单，然后十个单里面，假如我们量可能很多的话，就算大家不接受，可是几率就有。对，但是单又超少，几率就变很少。还好就一个人，
愿意接受我们挑战，至少这部片还有东西可以放。不过我跟阿秋讨论说，我们还会有第二集，我还会有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我一定要让所有的桃园人都必须把我设计的问题给回答完。辛苦想了很久了，辛苦想了很久十个问题，有没有很想很久啊？就是觉得桃园人就是一定要更了解桃园，对，一定要更了解桃园，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东西继续的宣传下去。好啦，感谢 SOL， 还有感谢我们所有外送到的人，就是打扰到你们了，没关系，我还会继续再打扰到你们的，下次不要让我遇见了，我就还是会继续问你们问题。OK， 最后小子追起来哦，对，别忘记订阅、按赞、留言，然后并开启小铃铛。OK， 下部见。